这个香了，太棒了！一定要先爆洋葱，洋葱爆的变颜色了再爆那个大蒜，否则会那个会发苦。什么玩意儿这是？哦，哟哟哟哟哟哟哟！哎呦喂，这才是吃的，肉丁儿加上蒜，哦，这个厉害了。 大蒜末，洋葱丁儿，咖喱卤肉，有点咖喱面的意思哈。对，卤肉酱。还有多长时间？你要多长时间就有多长时间。没有，我要根据你的倒计时，我要出锅。你要出锅呀？你水吃都能出锅，大哥。哎呦，这个好了。哎呦喂！ 这个太香了，这对不对？哎呦，这个真的是，大家一闻都疯了。您瞧瞧，韩哥，我也做了。您再看看这个，我恨不得一失手啊，就让它掉在地上。还失手呢？哎呀，就直接扣吧。